拓展业务的第二天，今天开摊还是卖点不一样的，跟我来。要2斤绿豆，2包黑凉粉，1斤黄糖。嗯，听见，别问了。嗯，占比够了。你胸口那放有血。新鸳鸯刀了吧？小时候一直在这个小卖部这里买吃的，然后这个姐姐也是从小看我长大的。看着去学校，走了啊，拜拜。今天这里成本20块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绿豆也煮好了，绿豆水、凉粉，冰冰凉凉，很甜的。谢谢哦，妹妹，来，妹妹，找你5块，谢谢哦。要慢慢开，衔接才有人要的，不然你开的飞发发的，一下过去了，人家都不知道。妹妹要绿豆水啊。你要甜一点的，还是要淡一点的？那我加多一点糖给你，2.5块，好生意啊，老板娘。前面那里有一个环卫阿姨在扫地，我们打一碗给她喝，天气太热了。你分文哪分？你还耽误嘞？毛仔，啊，耽误嘞？毛仔，毛仔，没有科技与狠活，全是真材实料。夏天怎么能少得了一碗冰冰凉凉的凉粉跟绿豆水呢？麻烦行，右楼导帅。一样要一份是不是？对，好的。多点糖。好，加多多的糖给你，甜甜的，好不好？我第一次出来哦。就直接过就行了，我来这样子啊。老板棍，老板啊，勺子，拿勺子给你们，不要跑。六桶糖水是哪个？六桶水是吗？你们够喝吗？不够可以加。够喝了是吗？有够的吗？可以，够的你。猫猫又干没又干？哎呦，没有一句，继续开始衔接了哦。凉粉是吧？是哪个老板要的？4份10块，老板大气，请客哦，好生意哦。老板这边要几碗呢？前一碗。4个啊，3份凉粉而已了，有一个人要绿豆水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谢谢老板哦，生意兴隆。要多少份，帅哥？一人来一份。我给你加，再加一勺给你，没事的，可以加的。因为有的人喜欢喝糖水多一点，来大哥，见者有份，来吧。要绿豆水还是只有绿豆水了？有没有其他的了？这么贵啊？这个只有糖水了，那个凉粉没有了，或者直接请你们喝这个糖水也行。啊，让他多来这里。好。我是第一次出来这边吧呀，下次我一出摊我就先来你们家啊。你要光顾我的哦。来，这个店在这里。勺子，不用勺子吗？无价的，直接请你喝糖水好吧？不用，不收你的钱了。要说要煮久一点，怎么说这绿豆比有些人的命还要硬一点。10块。2块1碗就好了。这种天气你们在这里一般想吃什么？凉粉。行，好的。好的。拜拜，好生意哦。刚才数了一下，今天卖了一。哎，可以了，收摊回家，卖完了收工。